的腰有点不舒服。嗯，就像你平时要多运动嘛。我已经运动了啊。嗯。那你那个不是运动？别的地方也要动，不只是那个要动。可是你都不要一直叫我运动。你又不行。那你可以帮我吗？嗯。你在想么？你在想么？我在叫你扶我去厕所，你在想什么？你在想么？哦，走哦。色的你，这样色情啊你，不可以这样色情啊。这是你扶着我哎。哎呀，不要讲那么多啊！你看你身上到处都是。小姐，你不爽的话就进来古惑找 M 里面找我，我还送买你礼包了。登录的时候打超什么呢？你可以拿到一点武器，拿到一点装备来打我啦。来找我，我是谁？我是红黑惨痛呢。要的话，我们在古惑找 M 里面见。